干啥？第26天，今天媳妇想吃羊肠包羊肉啊。来点酱。太有食欲了吧？香吗？嗯，香。给我切一块啊。这边有。来一块啊。成大瘦肉啊。很满。哎呦我去！这点辣酱。嗯。这羊肉没啥味儿啊。嗯。这不蘸蘸料吗？那您猜怎么着？这么吃，这回你回来你可老老实实的吧，再走我腿给你掰折他。那我不走了，今天我有朋友我打电话说让我跟他继续整留言呢。还整留言？你是留言没完了吧？你再过来嘚嘚我就弄你。那人家真跟我说说那跟他继续整留言。不好吃，那我能这有油不开心，不开心别吃了。